别害怕，有我呢。来，握着我的手。水星，你姐姐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干嘛？姐姐，喝水。谢谢。你跟我来。你放他进来干什么？看到他当然应该把他打出去啊。这下麻烦了。可是他不是你姐姐吗？为什么要逃跑？他可是全世界最可怕的老虎鱼。一会儿我开门，有多快跑多快，我带你一起跑。开门，放我进去，开门。干嘛呢？偷偷摸摸的。没干嘛。笑什么？你赶紧走。姐姐不走。他不走，那我就走。一言为定。姐姐，你一定要留下来。走就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锁上了，后悔了吧？说吧，你来做什么？我这没有意义的事儿，别找我。出门这段时间，我终于明白了。I have power， 我再也不怕你了。哦，这次求偶器考核。我是考核官，不要以为个子长高了就不是弟弟了。说说吧，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我刚找到的。这谁啊？是谁？你自己说过什么心里没数吗？你还真信吗？什么？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需要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？上班。上班穿裙子？穿裙子怎么了？这都几月份了，别感冒回来穿上给我。要你管。姐姐再见。再见。学长久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走吧。笑得这么开心。别看了，人都走了。谁看了？我在看风景。有意思，那带我也看看风景呗。这不是你那个真命天子？平时对我这么凶，对别的雄性笑得那么甜。我说你还真是光长个子不长脑子。好漂亮的水母啊，要是我家的鱼跟这些水母一样安静就好了。养鱼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不仅需要耐心，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。我准备好了。那就好，等下我带你去看小鱼，如果有你喜欢的送给你。谢谢学长。还送鱼？学长，我到了。
早点休息啊。这个别忘了。谢谢学长，那我上去了。晚安。好看吗？怎么啦？你在外面见多了其他人和鱼，就对本人鱼的美貌视若无睹了。你喜新厌旧，你有毛病吧？说什么绕口令？本皇可是4000年以来最美貌的海皇储君，你知道有多少鱼做梦都想跟随我吗？可我不是鱼，我和你说，我今天心情很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啊，怎么了？走什么啊？你不是挺爱夸人和鱼的吗？怎么没像你夸过我啊？啊，我是差哪儿了？腮、鳍、尾巴还是腹肌？你说。死人鱼，臭人鱼，破坏我的好心情，烦人。本皇可提醒你，重要的是任务，不然下次就不是被水喷了，是被海啸喷。就说哪个混蛋喷了我一身水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忘了我去海洋馆是为了谁。星星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一边去。快进去。姐姐，你们两个在里面吵吧。姐姐，快去叫姐姐开门。我打不过她。那你睡地板。本皇要睡床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。你的床，你叫名字，你看他答应你吗？你现在是本皇的床喽。你这是觊觎我。我告诉你，你睡觉给我老实一点，不许打呼噜，不许磨牙，不许过界。别害怕，有我呢。来，握着我的手。再接受爱一个人的彷徨，好想却给你肩膀，让你大声哭。